一杯米洗干净，泡水两小时。猪脚肉200克，香菇半颗切丁，毛豆仁少许可换成玉米粒，一颗蛋白，充分混合。抓累了换用筷子搅拌，拌到有点粘稠感。取适量的大小，塑成圆形，放入沥干的米中，滚上生米，电锅蒸熟，开锅。港式珍珠丸，我开动喽！你为什么哭了？